家好，我是 W。 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领取我们的天宫了，领取我们的这个命星的天宫哦。好，领取，呼，然后还有一个再领取一模一样的。好，然后哎，我们还有身外化身的活动，也是来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化身球。好，领 OK， 领完了，然后再来抽一下44粒哦。先来单抽，等抽一次奇迹。好，再来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然后就是来我们的第一个十连抽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14次了，再来抽个6次，就有一个保底啊。2、3、4、5、6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保底啊，靠腰啊，每次都这样啊。他的八星是多少啊？几率是 0.77 啊。不错啊， 0.77 不很难啊。给我 0.77， 有没有啊？哎呀，说习惯了，每次都没有啊。好，最后一次了，保底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保底啊！我习惯了，给我保底啊！我操你妈，那么多元宝，我要复制，我要复制啦！给我那么元宝干嘛？好了，没了。好，先来抽我们的命星，一样那个活动啊，那个什么活动啊？就这个啦，100抽啦，又是这个100抽啦。好，来抽我们的命星，来抽普通的先好了，普通的十连抽来抽走我们的烂运气。好，抽走。好，果然一个红都没有啊。 OK， 现在来抽我们的这个高级占星啊，命星。我没有试过单抽哦。现在单抽好了。所谓张飞啊，所谓单抽是出奇迹啊，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啊，单抽出奇迹啊。赵云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哎呀好慢啊，这样抽。他是八仙子。18仙哦，金色的命星18仙。好，给我18仙的金色啊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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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lden。 再两个，再来占星14，金色的哇，超烂的，才一个红色，通常这种很烂之后就会来金色啦 ，Golden，Golden， Oh my God， 好烂再来金色的，我靠腰啊，动画走起来呀、啊，真的很烂我的运气，白痴啊，最后十连抽啊，人家每次都中三个金色，两个金色，我一个都没有吗 ？Yes， 终于中一个了，看到吗？马超，很不错了啦，有一个金色命星就很不错了，真的。我靠呀，真的有够难中的。好，没了。好，这个普通的也抽完了，剩下5次抽完它。OK， 快快点，好，没了，没有了 ，OK， 好，马超啊，然后来看看，可以升了，看看能升什么，果然是升我们的马超啊，好，等，我来开我的那个什么先，那个叫什么，这个啊，不是。先来，先来开先，
先来开再领取那个奖励哦。先来开四个，给我金色哦，金色！哦，鸡！哇、哦，不是全红吧？我跟你讲，全红真的会很生气哦，靠腰！哇、哦，三个，两个刘备了，一个甘宁，哇、哦，不错不错，八个箱子都开到三个金色啊，不错不错，很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OK， 然后，诶，然后，哦，领取我们的奖励，刚刚八十抽了，好，领取，领取，再领取，再领取，零零零零 ，OK， 八十，好，明天还有一天，明天还有一天，再来领，抽完我们的一百哦，好，又是四个。又是四个啊 ！OK， 我不贪心了，一个金色的命星就好。给我一个，哇，两个，哇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运气不错，哇，真的不错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好开心。好，这个是稳100%出金色，来吧，给我金色双脚。好，然后，哎，那个怎么了？在哪里啊？我的刚刚天空买的那个箱子在哪里啊？哦，长这样，靠腰啊，这个啦，原来还长这样哦。这个是稳，一定要开我们的金色命星啊，最值的就是这个金色命星，两个都开你，总共就八个啦。哦，好，现在来看看我们的那个命星到底能剩什么？哎哎。这个是刘备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陆逊，甘宁的。好，好，先剩这个甘宁的。好，加了多少战力？这个物防2.38%，6500万。然后这个也开，这个随便开。然后400万，然后这个马超的也是，哎呦，又是物防哦，2.58%。OK。6700万，然后好，我知道要开什么了，要开首先来开我们的这个露宿啊，严肃的宿，露宿，对，这个露宿一个，然后还要金色的要典韦一个。然后还有谁？要谁啊？这个荀彧一个，荀彧，然后还有要诸葛亮一个，荀彧一个，典韦一个。好，就这样。先四个，要升我们的那个命星成就先。好，升这个诸葛亮的生命1.18%。然后加了3300万，然后这个刘备的攻击2%，然后加了5500万，然后这个两个金额先不要开，然后这个 yes 一个0.98%而已 ，OK， 就还有这个生命1.48%，好，开起来呀，4400万啊。然后最后来启动我们的地威法防18%，好，启动。这个战力应该加于会加很多。这个好，地威多少？2亿，我、哦、是2亿吗？是2亿吗？是啊，呜，我加了2亿耶。好，现在启动了新的页哦，人杰地灵，好，开进去。哦，果然可以升很多啊！好，启动啊！好，这个什么90万哦，这个升这个多少个？6个，哇，这个好多、哦，随便启动。好，200万吗？这个多少个？这个2个，好，也可以启动，都启动就对了嘛，还需要看的吗？这个2个也是启动、哦，好。还有谁？还有你也是，你也是2个、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的嘛。好，就启动这个小乔的法防1.68%，
3900万，然后这个刘备的生命一点八，哇，多少？6700万吗？又可以启动命星成就了，地煞，哇，攻击15%啊，哇，又来了啦，应该有3亿了吧？这是启动啊，攻击15%，多少？2亿9000，靠呀，差一点就3亿了，哈，哎，多少了？已经来到了290亿了，我的战力，哎，哇，能不能300亿啊？哎，要认真了，要认真了，好好来搞一下，今天来搞个300亿啊，明星，好，认真认真，好，这个也升，这个攻击1.38%，启动，好，3200万，张角都可以启动，也启动一下，张角，物防0.9，好。好，这个也可以启动，生命1%。好，多少战力？3100万哦。好，我又大概看了一下，然后我需要，红色的需要谁啊？黄忠啊，黄忠啊，你喺边度啊？黄忠啊，黄忠，我靠，你就冲上300亿啦！诶，黄忠呢？我错过了，他在哪啊？在这里，黄忠。一个黄忠啊，然后这个金色的要谁啊？要貂蝉，貂蝉一个，然后还要那个谁啊？要诸葛亮，然后还有要那个要还有谁？诶，没有啦，我要谁好呢？我要那个要马超好了，是马超吗？马超啊，应该对吧？我没有选错、啊，靠腰啊，应该对了，应该对了，差，应该对，应该对，没问题，对，就是这个诸葛亮。好，多少战力？3200万。然后这个貂蝉呢、啊？哎，这个貂蝉先不要先，对，是这个黄忠的。攻击 1.5 3600万，然后这个对，就是这个马超啊，马超物防 1.58% 啊，然后这个对，这个貂蝉 1.8 攻击力， 1.88% 攻击力啊，貂蝉5400万，哦，明星成就又来了，生命15%，启动天剑，多少？4亿啊，不错不错啊，296亿了。哎，再来搞一下，再来搞一下，要300亿的。哎，这个可升星啊，这个我有多少个？我有23个、哦。这个看怎样升哦，升一次是多少？画一个吗？哎，画一个升星，我画一个加多少啊？47万，哎，怎么那么少啊？哎，都是画一个，再画，又是47万，不再升了，好便宜啊！都是一个。哎呦，再来看看别的哦，怎么都是你啊？好，又是一个，哎，怎么都是这样？好，这个呢，也是一个吗？又是一个，好，然后还有谁？哎，这个是橘色的，先不要，我应该会需要橘色的。哎，这个红色不要。哎，然后就哎都是这样了，哎都是这样哎，全部。还有谁？好，再看看差多少。好，我又看了一下，要开我们这4个金色的，要开小乔，对吗？对呀、啊，小乔，然后还要开谁啊？开甘宁，然后还要开，甘宁，左慈，然后最后开我们的，曹操，好，没了，然后还有红色的、哦。
红色的要开，那个谁呀、啊，赵云，开赵云，然后还有开那个，哎呀，记性不好啊，还要开谁呀、啊？开我们的那个，对，公孙瓒，公孙瓒，公孙瓒。好，来，现在升级看还差多少？升，对，就是这个法方009。2100万，然后这个对小乔啊，然后3300万，这个是左慈的法防 1.3， 赛是3300，然后这个是赵云的生命 1.3， 好4300，然后这个是甘宁的生命 1.7 啊，5400万。然后这个是曹操法防 2.3， 8700万，哇，还差多少？还差两个，还差两个，然后差两个，然后战力来到了299亿啊，差一亿，差一亿。好，还差两个了，看看还有谁。好，我知道要开谁了，我知道开谁了，开我们的两个。哎，一个张辽先，一个张辽，然后还有那个谁啊？对，就这个要两个啊，两个张赫，哦，刚刚好。然后又来升级，突破我们的，300亿啊，300亿，嘿，还没突破。来带大家看看，最后来看看，喂，299.69亿哦，好。最后啦，就是最就靠你啦，攻击力 3.28% 啊，就靠你来启动我们了，300亿啊，哇，加了9000万啊，已经300亿了，来再出去给大家看，300亿啦，哇，然后还有最后我们的还启动了命星的成就啊，好，这个天力物防15%启动，又加了多少亿啊？多少？3亿3000万。好，终于，开完啦！今天目标也达成了，303亿。哎，影片的一开始哦，我是280亿哦，然后现在充完了命星，来到了我们的303亿啊，所以我总共已经充了23亿啊，哇，这个命星太给力了，各位还不把命星搞起来吗？太屌了，加的战力也太多了吧，呜，诶，影片的最后来去竞技场看看，来再次挑战我们的吴望哥啊，吴望哥已经280亿了，来看看我充了23亿，我现在来到303亿，看看我跟他的差距是多少，应该稳赢了吧，吴望哥，好，我先手啊， OK， 然后我的飞天小猫咪先啊，好，再来对方的穷奇，好，我的晕啊，呜，晕了3只啊，然后，喂，他的吕布化身也晕了我一只，哎，我的典韦化身也晕了对方一只啊。好，翩翩起舞，又来个月影蝶舞，小乔就是那么爱跳舞，对方小乔也爱跳舞。好，然后，好，对方的神鸟出来了，又来无敌了，对方。金牛啊，又晕了2只啊，哎，对方也晕了我2只，哎，我又晕了，哇，疯狂晕啊，哎，要死了，他的曹操跟他的主角的吕布化身要死了，要死啦，好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你，曹操，曹操就是你啦，哎，我的周瑜无敌 ，yes， 曹操死了，
曹操你死啦，莫令咆哮。两条，下一个谁死？我六打三啊！果然啊，差距啊变大了啊，六打三啊！月影蝶舞，好，诶，还没死，死啦，剩下两只了。诶，稳赢了，稳赢了！恨将他浪，收拾他吧，收残血啊！好。终于了，呜，六只都完美啊，完美的留在场上啊。好，领下奖励，哇，体力丹耶。好，再来日常啊，日常就是日常扫荡无望哥，哈哈哈哈。这个太慢了，按这个比较快。好，直接扫荡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点个赞，打开小铃铛。好，所以命星真的很屌啊！大家很建议我，建议大家刻这个命星啊，这个命星提升的战力真的是蛮多的啊，23亿啊，不夸张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大家。再见啦，300亿的成就达成啦。